打败我没那么容易。血魔变成了黑色。阿雪，我来救你。这是他在吸我的元神。这位书生是你们的朋友吗？是，敢问前辈，现在还有救他的办法吗？元神出窍后，肉身若无法力维持，不久。前辈可有办法？天元石内有乾坤，封印了上古凶兽混沌，血魔混沌。此物凶悍异常，且狡黠难防。若想解救那书生，需斩灭混沌，天元界的封印会失效重组，那书生已被他吃了也说不定。如此更加刻不容缓。哥，我要去救他。他如今有恩于我们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不错，白晨教育得很好。